近的小编迷上了小狼狗蟋蟀哥。新剧《致命之吻》中的小狼狗男主显贤腹黑爱撩妹渣男人设，但只要颜值逆天谁还管这些。这是一个奇妙的时光倒流梗，男主撩妹无数，套路十足，连要账都是全程撩妹不能忍。あれに手をつけるぐらいなら死んだ方がマシよ。じゃあ一緒に死んであげる。而男主这回看上了富家千金女，势必要弄到手，英雄救美耍浪漫都玩得不亦乐乎。バラは苦手なの。だから増加にしておいた。今僕が知ってる君はこれだけ。でもいつかきっと柵を飛び越えてみせる。我们言归正传，男主在圣诞节这天遇到了一个独吻女，可能是看我们男主太帅了，疯狂的要亲她。亲完之后男主会死，然后时光倒流七天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。第一次倒回的男主以为自己在做梦，还是愉快的继续撩妹，谁知道圣诞节又遇到了独吻女，又死了。时光继续倒流，男主终于意识到问题的存在，决定依靠重复时光来撩妹，顺便再调查那个亲吻他的神秘女人，她再死在他手里。而调查过程也还是忍不住的撩妹。彼女が写ってる写真はある？個人情報なのでお教えできません。なら住所を教えて。個人情報はお教えできません。今夜の予定は？だから個人情報なので。予定？今夜空いてる？贤贤，你到底是怎么下得去手的？而在男主重复了 N 次后，发现其实独吻女是来救他的，有人要杀他，要让时光倒流才能保护他，所以真正的凶手竟然是活泼可爱每天跟着男主的小跟班。我的天，简直不敢信好吗。这次小跟班杀了他之后，独吻女竟然还没有出现，怎么办？男主要死了吗？时光无法倒流了吗？想知道就一起来追剧吧，分分钟追剧，下期见。